那我们就这个掌声欢迎这个 Aragon Charles Peter 还有 Tom 带来这场 Winnti is coming。好，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会大概讲一下 Winnti 这一群，大概今年他们有做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进步。然后因为 Winnti 是一个很大的一群，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也会去讲一些他们跟一些下面子群的一些多人混战的一种就是关联这样子。那我们的演讲可能会大概超过一点点时间，所以说有之后有想要去听下一场议程，就可以自己去听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好，那今天我们的那个 Charles 他就是有事，对，那我是456牙刚，对，对，那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汤姆画的这个刘海跟那个。原始的其实还还原度还蛮高的。我是 Peter， 我是001，我是汤姆。好，我们现在开始赞助商人力增财的部分。没有啊，兔才是。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听赞助商人力增财，现在还没开始，赶快去。对，好，那。这个会是我们的agenda， 对，那我们会在最前面的时候，汤姆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Winnti 他是怎么从就是一开始从外部网络怎么入侵到他们内部网络的一个就是 real case study 这样子。那彼得等一下会讲一下他们今年用的一些新的 load 的一些手法，对，然后也会讲一些后门的使用。那我会讲一些，就是他们今年有开始会隐藏他们的那个 C2 的一些手法，然后跟Winnti 一些子群的一些关联这样子。好，那我们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梗图。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梗图是什么意思？就是 Who is Winnti？ 然后大家都出来说我是 Winnti， 我是 Winnti。那其实这个图其实有很多的解读方法啦，对。那这个图是一个国外研究员他做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都会把很多群然后归类成 Winnti， 那真的我们在叫 Winnti 的时候大家都跑出来说哎、欸，我是 Winnti， 我是 Winnti， 但可能他们其实都互相就是不认识彼此，说哎、欸，原来他们也叫做 Winnti， 就是他们也叫做 Winnti 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外面的治安公司啊，或是一些研究员，可能都会归类哦，说可能这个就是 Winnti 啊，这个 Winnti， 对。但实际上他们是不是真的是 Winnti 呢？对，这是一个问号。对，那大家也听过说，Winnti 跟 APT41 嘛？那大家觉得说 Winnti 是 APT41 吗？那就是大家可以举手一下，就是如果在现场观众，如果说你们觉得 Winnti 跟就是等于 APT41， 可以帮我举手一下，就是没有对与错啦。对对对。好，就一位观众。那就是因为在去年那个 FBI 他有起诉 APT41 这个骇客组织，然后就说他背后是成都404这间就是一个在四川的公司。那就是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说 APT41 就是成都404吗？就是帮我举手一下，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说 APT41 就是等于成都404吗？这样子，对，好像 也没有。对，那我们 Team TY 这边我们也不做就是决断的这个就是判定，就是说 Winnti 就是等于 APT41 或者 APT41 就是一个成都404，因为我们的研究里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 APT41 它就是一个在国安部底下的一群人，对。那在国安部底下其实有非常多群，那比较在近年来比较多在有在活动的就是 APT10 APT41 这样的。对，那其实 APT17 大概在2017到2018年的时候还有出现，但这两年2020、2021都没有再看到他们有在活动。还有其他以前我们认为在国安部底下的，就是什么在海南啊，或是在广东的一些 APT 族群都没有在出现的感觉。对，所以我们现在在有在推测说，是不是国安部有在整合，就是底下的一个资源啊，或是工具，然后让就是
整个 APD 四十一，就是 Winnti， 我们在讲 Winnti 越来越大一群，对，因为我们在 APD 四十一里面，就是我们自己有观察出来，就是至少现在有很明确的，我们可以把 attribute 到，就有三个小的group， 对，那我们自己内部名称就是把一个就是比较传统，就是我们会再打一些政府机关，然后打一些重要。技术单位，然后打一些高科技厂商技术比较好的，我们会把它叫阿米巴这样。那今年也有就是Recorded Future 他们有发一篇就是叫做 TAG 22这个，然后他们就是也有在打台湾的一些就是单位这样子。那我们还有在观察到一个就是叫 Group CC 这群，那今年也是打台湾打得非常大。对，那我们自己的研究里面，我们是至少可以把它分到有这三个小子群是很明确的。那其实还有看到其他不同的小群，那其实我们都认为可能跟 APD 是以这个有关系这样子。那在这个就是我们分的子群里面，那我们可能就是用这个 Twice 的这个头贴来把他们做一个代表。那他们的颜值可能就是代表他们实际的那个技术的能力。对，那子瑜那阵我认为他是最正的，所以我就把他放在这个最中间，然后对，那其他就是他的小伙伴，对，那就是稍微颜值稍微输一点，对。好，那我们交给汤姆。那接着我们就来讲一下，就是在 APT 四一这一群在近期在就是活动的主流下的主机大概偏弱在哪里。那主要他们还是以就是 APEC 就亚太区作为是他们的攻击的主要项目，然后当然也会有牵扯到一些欧美跟就欧美国家的一些样本都还是有他们的踪迹。那其实我这边呢，我们很喜欢戏称就是 APT41， 我们都喜欢把它叫做是 APT 的刘宝杰。那大家知道宝杰的关键字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从内子宫讲到外太空。那 APT41 他们的攻击项目也是从内子宫打到外太空。你看，他从他的就是医疗业，然后甚至打到可能电信业、研究院，然后或者是能源、高科技产业等等之类。所以其实他们打的项目其实是非常非常广泛，就是什么都做，连游戏业、可能博弈等等，他们都会去进行攻击。那接着我们就会来说一下，就是这群人在一开始去做初步去入侵的这个情况下，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技巧。那其实这个跟大家所认知的内容物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大多数如果你今天要去攻击一个站，其实你一开始去收集Raker 他的一些资讯的时候，你大概都会想办法是用已知的 exploitation 去打嘛。那 APTC 他们可能就也不只是他们啦，其实蛮多人都可能会用最近什么Prosecution 或者是 Pre-Nightmare 这种微软的什么 Exchange 或者是 AD 就是主机上那些漏洞来去做攻击。那当然因为随着最近 COVID-19 的就是因为影响蛮大的嘛，其实有蛮多就在家工作，所以他们在做这个 phishing 的程度其实也越来越多。那当然他就是做一些 fake decoy 的文件，然后去夹带一些 installer， 然后把他的恶意程式想办法直接指到可能是HR 的主机或者是其他主机，再想办法横向移动。那当然在 web 的技术上其实大部分也都差不多，就是想办法去拿Web 的漏洞，或者是看有没有 SQL injection， 然后去打开 XP command line， 或者是利用可能已知的套件漏在外面，然后直接去 try 账号密码撞到他的主机里面。那等一下我们会来分享一个，是我们最近观察到，他们其实除了这些以外，他们也会尝试去找特定产业可能会拥有相同的供应商。那有相同的供应商，他们其实有两种选择嘛，一种就是把该产业的其他的公司的内容打下来，然后去拿到那个相关主机的权限，或者是想办法打到他的供应商，然后拿供应商的相关的账号密码去做相同的攻击。好，那稍微简介一下，就是这一次我们在调查案例中，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这台主机是汤姆猫，然后加 JSP。那其实如果想要汤姆猫加 JSP， 其实蛮多人会有直接的想法，就是可能用 WAR 这种压一压，然后直接传 WebShare。那当然，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这个查找的方式，我们也是以 WebShare 作为是就是查找的方向。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下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有 YI.JSP 是有大量去做存取跟POST 的记录。那
这时候我们有去问询问，就是相关厂商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他们的，那他们也很确定说那不是他们，但是他们已经把它移除了，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拿到这个 yi.jsp。那假设如果我们今天已经确定它是 web share 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往前找说，哎，这个 web share 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在这个位置？所以其实运气蛮好的，我们就在网上翻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攻击者在存取第一笔 web share 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就是他先存取了一个 prob 的内容物，那这 prob 里面后面带着一个 DOC， 就是他后面存取这个位置，就是他可能是汤姆猫的 application 的其中一个名称哦，所以我们就要先去尝试调查说 prob 是不是有可能产生是有任意上传漏洞。那其实 prob 它是一个汤姆猫的就是套件、啊、就是像你的 admin 那些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管理。那它主要的管理是在做就是你的资源分配，比如说 memory， 然后去做一些监控。那同时间它又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它可以去 deploy 你的 WAR。所以当如果你今天有遇到这个内容物的话，就跟你拿汤姆猫 admin Manager 去做 WAR 其实是一样的方式，所以变成是他不用找太多漏洞，他只要把 Web Share 包成 WAR 传上去就可以达到他 Deploy 的效果。那可是如果我们想到就是如果你做 Prop 套件的时候，他其实即便漏在外面，你也是要账号密码去做存取，所以攻击者一定有拿到特定的账号密码然后登进去做 WAR 的部署。所以接着我们现在是要去确定说到底攻击者是拿哪一个账号，我们才有办法有效去定位出哪一个账号被吊在外面。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下面看到，其实他在存取 prob 套件的时候，是前面会有这个是 tomk 的 log， 然后会带一个 admin， 这个是 tomk 这一条，就是杠杠杠就 dash 到后面 admin， 这个是汤姆猫在你的 log 中 access 的权限。所以当如果他存取到 prob 套件的时候，他带的是 admin，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admin 的这个账号可能已经有被攻击者做就是取得。那这时候问题又来了，就是那 admin 的权限到底怎么被攻击者取得？那通常你要取得 admin 的权 的方法有很多，但是都不外乎几种。第一个就是你可能用弱密码去做爆破方式然后打进来，那第二个是你从承办或者是其他不知名的地方立刻出来的。那我们其实观察到这个内容，其实我们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攻击者他其实一开始是先存取 prob 套件，然后接着就直接再存取他的 index，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存取 prob 套件，然后就直接用admin登录成功。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这个就是 behavior 来看的话，就是攻击者其实对这台主机的了解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攻击者，你必须要经过前期的一些征收的方式，比如说你可能用账号密码爆破，可是我在上面没有看到账号密码爆破的痕迹，然后我也没有看到他去对目录或任何东西去做存取，也就是说他其实直接存取到他的 index 的目录之后，他就直接直直的往 prob 套件去。那往 prob 套件去之后，他敲账号密码也没有失败过，就直接进到这台主机里面。所以就是有点呼应，就是我前面讲说他有可能是在可能其他产业已经有打下过这台主机，然后他账号密码是就是比较就是被记住，或者是他打到这台主机的服务供应商，然后取得他账号密码之后进来。好，那接着就是我们再说明一下，就是你除了去看你的汤姆猫的 SS log 以外，其实 tomk 本身的底层它是用一个 catalina 去做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在 tomk 上面去传任何 WAR， 其实 catalina 都会去帮你做处理。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你的 web log 你找不到 web share，那你可以尝试从你的那个 catalina log 去找有没有一些可疑你不知道，比如说你今天 deploy 什么 web share 啊，什么 tom.war， 它其实都会记在上面，时间点也会告诉你。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说到底你在你的 tomk 上面到底运行了多少这个 plugin， 就是 application 被 deploy 上去，你可以直接从这边看是不是有你未知然后被传上来的内容，那你可能就要去稍微去检视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合理。那这是他们打进来之后所使用的一些 script 啊，就包含收集主机资讯，然后去 install 他的相关的 Prosecution 的服务，来达到他后续控制的效果。那接着我们就尝试去找说，到底现今环境中有多少使用这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套系统的主机？那我们手电扫一下，我们发现有接近大概20台，但不到20台啊，就是18台。那在18台当中，其实有6台主机上面是有开 prob 套件。那
如果对于这有一个数学问题，就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当你是一个攻击者，你遇到一台主机，它有改密码跟没改密码的机会就是二分之一嘛。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所有主机没有改密码的几率是多少？就是二的六次方分之一嘛，就是六十四分分之一嘛。那六十四分分之一的概念是多少？就是如果大家玩前几个礼拜玩天堂 M 的话，撞到止步的几率是 2.3%， 那六十四分之一是1点多%，所以比你抽到止步的几率还低。哦，那这其实我只想要表达，就是攻击者要拿到这其中几台主机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哦，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由其他供应商去提供你这些服务的话，我们建议账号密码这些内容可能要去做一些修改。那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去尝试调查另外一台，就是另外一个厂商，他其实也有这个，就是这一套系统。那确实他的账号密码跟我们这一次这个案例的账号密码是一致的。那他同时也有被植入 yi.jsp， 那 yi.jsp 去看，他就是一个确实是一个 web share。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有蛮大的推论，说他可能去打到供应商，或者是打到同产业的其他人，然后拿到账号密码来去打单位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讲到打进来之后，他的 post compromise 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那其实在他们最近所使用的一些新的 TTP 包含以上啊，就是certificate bypass 啊，然后 DL Halloween，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CDN 的一些infrastructure 的改变。那其实这个东西主要是这边的内容主要是针对 CobolStrike 啦，因为其实 CobolStrike不是 Cobol， 对 ，CS 嘛 ，Cobol Strike， 就是它其实在 Windows 或者是防毒及查杀的几率是蛮高的。那所以就是他们会针对它的 loader、哦、去做一些变形这样子。那这是他们变形的时间轴，就大概我们统计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绿色的部分，主要是它针对它的 C2 的 infrastructure 去做一些修改。那当然，其他就是2020七月啊，然后三月、四月、六月，其实他们变动革新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哦、就是会蛮长，就是可能被抓到忙就换，抓到忙就换。那这些技巧，其实我们等一下在下面的每一张简报都有更详细的说明。好，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就是 certificate bypass 这个技巧。那这个技巧其实不是很新，它在2016年的 Black Hat Euro 就有研究人员去提出来。那它主要就是利用已知的签章，然后在后面藏匿一些 payload 来达到 bypass 的效果。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NTDLL 是原生的，那我在右边这个 NTDL 就是 modify 然后点 DLL， 我在后面加 append 了一个文字叫做 twice number one。 那接着我再拿去验签章，我会发现其实验的签章是不会失效，是会过的。好，那如果再讲浅白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这个有一个四修，四修是一个大熊的孙子。然后当我们看到四修，我们要怎么去识别四修？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去看就是四修的脸部的特征、啊、那它其实跟就是微软在验签章其实蛮像，因为微软验签章就是只有单一，就是 single 的 sign，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验你签章后面被 append 什么东西。所以即便你看到右边这个，你还是会认得，哎，这人是四修。可是为什么你还是认得他是4修？但是他长高了，就是后面可能被加一些 shell code。那这边可能又有人会有想说，哎、欸、啊，你把那个 payload 藏在后面啊，他又不会跑，又不是在 tag 区段，那要怎么用？所以基本上就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他可能用 refer DL injection 把后面抽出来，然后注到其他位置，或者是他使用其他 loader， 然后去尝试解掉这个，就是这个 NTDL 后面 shell code 抽出来做使用。那这个就是他们在最近有看到，就用 certificate bypass 去混淆，就是调查人员的调查过程。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还有观察到，就是他们有用一个 loader， 我们取名叫做就是 chat loader。那因为要取名成 chat loader 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用Chuchu20 这个演算法去解出它的 payload。那它也不是一般的 Chuchu20， 它有把里面的某个 constant 把它改掉。那解出来的 payload 它大概都是几乎都是 CobolStrike 或其他的后门。那如果是 CobolStrike， 这个 loader 它其实有几个功能，就是它有一个 ETW bypass 的功能，还有 DLL Halloween。那我们有去分析这个 loader， 然后把它的就是里面的 structure 解出来，然后里面大概就是会有它的 config nonce， 还有它的 CRC 它去校验，还有它的 config 的长度，还有 key 这样。那我们有收集到很多样本，然后主要有分成两种，
然后它有不同的 header， 左边是 8B 什么什么那个，然后右边是 CB 什么的 AD 那个。那左边跟右边它其实里面的功能都很像，只是左边的它有多就是 DL Halloween 的功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这个是就是我们有 Chello 的一个 config 的 example， 你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它上面就是它有跟你说它的 nonce、它的 key， 还有它的加密的东西在哪里，然后下面解释就是它的设定。好，那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是他们用的技巧是 DL Halloween。那 DL Halloween 它其实主要的流程是就是图这样子。那一开始它其实就是 hijack 一个 DL 之后，那它会去先去读它的 payload。那这个 payload 其实就像刚才讲的，会去用那个 certificate bypass。所以你如果在 IR 的话，你可能会就是忽略它。那它其实是一个 payload。那它读完之后，它会去建立一个process， 然后把它 suspend， 然后之后他就会去找就是 system 32下面合适的 DL， 去从 A 开始找。那他找合适 DL 主要是去找他的那个 DL 的点，那个 text 段要大小要符合他的 payload。 那找到之后他就把它 load 到他的那个 process 里面，然后把他的点 text 段 换掉，换成恶意的 payload， 就达到他的那个 DL Halloween。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看到，就是它 Halloween 完之后，其实这个 process 的点 text 端会有 RWX 的属性，那其实应该是只有 RX 的属性这样。那下一个就是他们就开始换成用 Dynamic Loader。 那 Dynamic Loader 他们就是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技巧，是用那个 Instant Utility 点一叉一这个 command line。那这个 command line 它其实是一个合法的 command line。 那它用的这个时候，它用这个 command line 可以去安装安装或解除安装一些打内的组件。那你如果这个 loader 里面有用这个 system configuration 点 install 这个 class 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 command line 去安装。那你如果去看这个 loader 的话，它其实里面是没有 entry point 的，所以它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去装起来。那就是他就是利用一个合法的 full process 去 bypass 可能一些防堵的机制这样子。那从就是这个 loader 里面，我们有看到两种，就是他大概就是会拿就是固定的 offset 去算 SHA-256， 然后当做 AES 的 key， 然后还有算 MD5 当做 IV， 然后解除 AES 的。用 AES 解除它里面的 payload， 那 payload 几乎大概都是 COBOL strike 这样子。那下一个就是我们有遇到就是一个东西叫做 funny switch 的 loader。 那这 funny switch 的 loader 它其实是 PT Security 发的报告，然后是他们命名的。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它会把 payload 读进来之后，然后解出来一个打内的 backdoor， 然后直接看你要 inject 到manage 的 process 或者是 unmanage 的 process 都可以。那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观察到，就是我们有收到一些 loader， 然后从他的 PDB 看到，就是他有去针对一些就是那个麦卡菲的用户，这样就是去针对他们去打。那解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 COBOL strike，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funny DL， 就是另外一个新的打内的 home，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那下一个是遇到他们又在变了，就变成用一个新的叫做夏洛特 loader。 那这个 loader 它其实是在5月13的时候就被人家 release 出来。那我们拿到的 loader 它其实它的 timestamp 是6月15。那这边只是想说讲说就是他们一直有在追新的技术，就是一直在更新他们 loader 的技巧。那下一个我们就是也有遇到就是很多Loader 它通常都会用一个技巧叫做 Early Bird Code Injection。 那它其实就是用NT Test Alert 的这个 API 去把 APC 的 Queue 里面清空，所以你只要去一个 Queue 一个 APC 之后，然后最后再 Call 这个的话，它就会把那个 Queue 清空然后去执行。那我们有看到就是上面这几个手法它都会用到这个 Code Injection 的技巧。它有可能它通常有时候会用这个 Open Source 的 Loader 去用，就是这个 loader 它会用 syscall 去跑恶意程式，然后后面就用这个 code injection 的技巧，或者是它从 PNG 的图片解出它的
payload， 或者是他用那个微软的 Dictor 的套件，就是 API hook 去 hook free library， 所以你如果去 call free library 之后就被 hook 走，然后去执行他恶意的操作，就是我们有看到这几种不同的方式。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他的 loader 他会用computer name 去算，就是他会用一个 installer 装完他的恶意程式之后，他会 loader 是用这个电脑的 computer name 算 SHA-1， 然后当作 IRC4 的 key 去解除他的 payload。所以你如果假如说你今天只有拿到 loader 不知道 computer name 的话，你其实也没办法解除它里面就是里面的后门。那下一个是就是 fish master loader， 那这个 fish master loader 也是它的命名，主要是因为看到 PDB 里面有一个 fish master 点 PDB。 那它这个 loader 比较特别是它里面有这个 Biden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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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字串，那可能就是对岸可能就是庆祝 Biden 之类的。那里面它其实解除 payload 的时候，它是用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 XOR 的，用一个 hardcode key 做 XOR， 就是这两种，不然就是它其实用 UUID， 就是 UUID 组成的 shellcode 去 run 恶意程式。那下一个就是刚刚上面讲的都是阿米巴的 loader， 那接下来就是讲就是另外一个小群，就是 Group CC 的 loader。那 Group CC loader 它其实是第一步骤，它其实会先把一个 payload 档案，它去读它上层就是上面的东西，解除它的 shellcode。那 shellcode 它会去注入到一个就是新的 process 之后，那个 process 还会再去读同样的档案。那档案它是去读比较下面的 payload， 去解除第二阶段的 shellcode， 然后再去解除 COBOL strike。那第一阶段的 shellcode 它其实是用RTL create user thread 的这个 API 去跑。那第二阶段的它是用这个 ETWP create ETW thread 的这个 API 去跑它的 thread。那接下来讲完 loader 之后，我们就讲后门。那后门它其实从2020到2021有用这些，就是大概什么 FunnyDL 啊、ShadowPay、COBOL Strike， 然后 PlugX， 还有 Winnti Linux 版的后门这样。那先讲 FunnyDL 通常都是从刚刚那个 Funny Loader 解出来的。那它通常解出来之后，它会是用Base64 加 AES 解出来。它的 config 是用 Base64 加 AES 解出来。那它的 config 会长这样的形式，就是它大概的密码，还有它的 campaign call， 然后还有它的 C2 address， 还有它的连线的时间这样子。那这个 FunnyDL 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会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是它可以去远端去 load 一个 JS module， 然后把它载起来去做它的恶意操作。那这个刚刚讲过。然后下一个是 ShadowPay， 就是 ShadowPay 其实后门发生很久。那ShadowPay 它2020跟2021年比较新的 ShadowPay， 它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混淆的技巧。那我们就把这种混淆技巧通常就统称做新的 ShadowPay。 那新的 ShadowPay 它其实我们觉得它不是就是这个新的 ShadowPay 它其实有不止 APT41 啊，它其实还有 NICON 有在用。那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 share 的 tool。 那你如果要解它的 config 的话，其实可以用下面这个 script 去解。那解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会有像这样的样子。那新版的 ShadowPay， 新 ShadowPay 的 loader 的 builder， 它其实会通常都会有几个组件，一个是 loader 叫做 log.dll， 然后它的 payload 通常都叫 log.dll.dat， 那就是新版通常都是长这样子。那旧版的它其实在解它的 module 跟解它的 config 或解它的 TCP package 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会用一刚刚那种就是类似那种算法，就我们通常都叫它 ShadowPay Decrypt。 啊，解完之后它会去把后面的 payload 用 quicklz 去 decompress。那可是新版的它其实就是解 module 是用一种就是 decrypt 的方式，那解 TCP 的时候它其实跟以前是一样，也是 ShadowPay Decrypt 然后再做 quicklz， 只是这两个算法就是 ShadowPay Decrypt 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就我们发现的差别这样。好，那我就接下来讲另外一支也是今年才发现的一个就是 shellcode base 的后门。
对，那它也是从刚刚前面那个缺漏的会丢出来的。那在台湾，我们是今年三月才第一次就是在 IR 的时候看到这只恶意程式，但其实在去年九月 VT 上其实就已经有捞到这只就是 shellcode base 的后门。对，那它用 shellcode 的方式就是更机车，就是他去 call API 的时候，他会是用一个就是 register， 然后再加一个 offset 去 call 那个 Windows API， 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他会用一个 RBX， 然后再去加一个 offset， 然后才会去 call 到实际的他的 Windows API。所以就是用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会增加就是我们研究人员的去分析的困难啦。对，那当然我们后来是有写 script 可以自动化把他这个 API 填回去这样子，然后。这个手法其实也不是新的，就是在2019年，就是也是 ABDCE 这一群，他们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 shellcode base 后门叫做 crosswalk， 他就已经用这种方式去 call 就是 Windows API。对，那我们会把它取名叫 network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去读一个 unique page 的档案，然后就是这个 UTXPNAT 这样子。那这支 network 我们有看到两种，就是 transport 的那个 protocol， 就是右边。的图就是 raw TCP 的 socket， 对，那左边的话会是比较常见，也是外面报告有讲，就是它是用 HTTPS 的方式去做跟 C2 做沟通，那就是会有两个比较 unique 的 ID， 就是 GTS ID 跟 GTUV ID， 那他们都是透过那个 Windows API 的那个 CryptGen Random 跟一些 MD5 的运算去 Random 产生的，对，那它跟 C2 的沟通，里面的加密。也都是用 ChaCha 20跟 MD5 的那个演算法去做沟通，对，所以 ABC 这一群在今年是非常独钟 ChaCha 20这个加密演算法的。那我们就是觉得说这个 network 它应该就是 crosswalk 的衍生版，就是它的前身应该就是 crosswalk 啦，对，因为我们在就是它的就是后面的 command 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看到他们都是 0x64， 然后他们在 call API 方式也是相同嘛，对。然后其实他们在一些跟后门，就是他们会开很多税，然后也是用税的方式去跟 C2 做沟通，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很像，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network 应该就是 crosswalk 的，就是后生版本这样子，对。那左边的话就是 network 它在记忆体会大概解开的一些字串。对，那就可以看到说，他也是会去跟，就是像是就是一些合法的一个网站去做沟通。那这个沟通，它其实只是为了要去得到这台电脑的一些 proxy 的设定之类的。那它的 command 其实因为它是 modular 的一个后门，所以它的 command 其实也没有说到非常完全，因为它主要都是去C2 拉 plugin 回来执行。对，所以它的command 其实都是跟就是 plugin 可能有关系的。对，那它的 command 大概有。将近快20个，对，那我们现在能解的大概就是大概10个左右，因为很多是需要拿到它的plugin 才知道说它的那个 command 是什么样的功用这样子。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支就叫做 HITCON， 那其实也就是外面坊间大家讲的 Winnti 后门。那 Winnti 后门其实有很多版本 ，1.0、2.0、3.0、4.0。那我们今天讲这支可能是 3.5， 对 ，Winnti 3.5 版本。对，那这支后门其实已经出现很久，那我们会今年拿出来讲，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有就是在蛮多地方都有看到，然后发现说他们的 driver 有用新的，就是他们会用那个 WinDiverter， 这个也是 open source 的这个 driver， 他会去改你的那个，就是你他做这个用这个主要就是要做 pull reuse， 他要做 listen pull， 就是你外面的风暴进来之后，他就会先把你拦截，然后如果是他要下 command 的风暴，他就有特定的 header， 那他去验那个特定 header 之后，他就会把那个风暴再丢回去，对，那他主要就是要去拦那个 command 的那个风暴，对，那他在这个Winnti 的这个后门，它就是我们有实际看到，就是攻击者直接把这个后门叫做 bar， 就是他把那个 explore table 就可以看到明显，它叫做 bar DL。对，所以我们觉得说，现在攻击者可能把这个 Winnti 的后门就是叫 bar 之类的。对，那他们现在也会做保护啦，就是不会说住到记忆体就整只裸露让你看到，他还会就是用 UPX 在记忆体，还会用 UPX 包起来，让你很难去直接在记忆体去抓到它这样子。那就是这个后门，他们也会，就是他们有很多版本。那就是他们有
左边这个版本他们是会用 DPAPI 这个就是 Windows 的这个就是功能，他会去用 DPAPI 去做解密，所以如果说没有在那台电脑拿到相关的档案，你就可能没办法解出这个后门。对，那右边的话就是 AES 的版本，就是比较简单，就是用 AES 去解这个payload。那其实可以看到说他们的那个就攻击者他们其实都有就是把一些字串写在上面，像这个是 Starbot， 然后AES 可以看到是 Starbot 跟 Starbot，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推测就是攻击者把这个 Winnti 的这个后门就是把它叫做 Bot 之类的。对，那就是也可以看到说他们现在是会去针对你的 Windows 版本去放不同的就是Windows driver。 那其实以前比较看到都是用什么 NDX HITCON 啊，或者 NDX Proxy 之类的那个driver 去拦那个封包，那现在我们比较多看到都是用 WinDiver 这个driver 去拦封包。对，那就是这支 Winnti 的 command 没有改太多，就是跟2018年Magnica 在 HITCON 发表的那个那支他们的 Winnti 后面其实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前面我们 loader 跟 backdoor 都讲完，那我们就是要讲今年ABD41 Winnti 他们很爱用就是的一个隐藏 C2 的一个手法，就是让可能会让我们一般企业的蓝队啊，或者是我们研究员或是资安厂商都非常头痛的一个东西。对，就是他们很想要躲在一根柱子后面。对对对，但他们真的有躲住，不是像这个没有躲住这样子。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很直观啦，就是他们会直接把他们的那个C2 的 domain 去用 CDN 保护起来，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在可能是自然产品在做 IR 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说都是连到 Cloudflare 的那个的流量，都没有看到说有连到 C2 的流量，除非你有去解他的 DNS 的那个 record， 所以才会看到说他会去就是去查这些 domain。对，那像这个 micro google .ml 就是其中一个他们的 C2， 那你把它丢到那个就是 RIS IQ 查之类的，然后其实都会看到它解析的 IP 通常都是 Cloudflare， 因为他们就是用 CDN 把它保护起来，所以你也不会知道说真实他们现在的 C2 到底是藏在哪里这样子。对，那 DNS beacon 他们一样也会用这样 CDN 模式保护起来。对，那像是这个 NS Cloud 01.dk 这个，那其实你用 NS lookup 那个NS Raker 的方式去查它的话，其实可以发现说他们也是把这个DNS server 设到 Cloudflare 上面。那你如果是直接去解析 NS Cloud 01.tk， 其实也是会查不到就是真实的 IP。那可能你要参考我们这样子这张图的这种做法，去把 DNS server 指到 Cloudflare。那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查到它真实的 C2 IP。对，那像这张图的这个 domain 是可以的。那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有办法运气这么好可以查到。那像右边这个 ns1hksearch.com 的话，你用这种方式，就是他把 DNS server 把它指到 Cloudflare 上，可是也许他就是也没办法让你查到就是真实的 IP 这样子。就是他们也不一定要把它就是只有 Cloudflare 可以用啊，就是有提供 CDN 服务的这种服务，他们都可以就是都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就是可以隐藏到他们 C2 的这样的效果。对。那就是我们也有发现，就是就是 APT 四已经在上半年，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他们有特别的现象，就是会把一些就是 NS 的这种 Cobalt Strike Beacon 的 C2 停到一些 Google 的 IP 上，像 8.8.8.251 或是 4.2.2.2， 然后你去丢到那个 RIS IQ 上面看，基本上清一色，那时候我们看基本上清一色通都是就是 APT 四这一群在用的 C2。不过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我没有发报告或在外面讲之后，就是有其他 APT 族群就是也跟着停过来，就是大家群聚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东西已经不准了，就不能说你现在 8.8.8.251 去上面看都是就是 Winnti 的 C2， 你现在已经有包含其他群的也都会停在上面。不过就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就是用威胁警者的方式去看，就是看有没有更多的C2 就是新的 C2 然后再使用这样子。对，那刚刚前面讲的 是 CDN， 那后来他们又用了更进阶一个方式，是用 Cloudflare 他们提供的一个叫做 Cloudflare 的 Worker。那 Cloudflare Worker 它是可以，就是你可以让上面写 script， 它是可以帮你处理一些API 的转送之类的。所以等于说用了这个服务，攻击者不但隐藏他的 IP， 他还隐藏他的 C2 domain。
因为它以这个为例 ,cdn.cdn.free.work.dev, 这个是某个样本，就是 APC 某个 COBOL 出来的样本连到的这个C2。那其实真正的 C2 domain 也不是这个，就是在上面这个 dev, 它可以你可以去设一个 domain, 就是把它保护起来，就是实际上可以连到的那个 domain, 对，那这个就不会是攻击者的 domain。那他们还会在后面再去用个 Nginx 的那个 proxy 去导他们的这个就是victim 过来的流量，或者他们要下 command 的话，都还会再过一个 proxy, 然后才到他们的真正的那个 C2 的 VPS。对，所以而且这个方式实际上就是我看大陆他们论坛讨论也说是会比较稳，因为用 CDN 这个方式的话，就是他们说有时候可能在下 command 的时候，是因为 用 CDN 的这样子 的就是互动模式，可能会做就是他用 CodeStrike 下 command 的时候会有点不稳，但是用 Cloudflare 的这个 worker 的话，就是会更稳，然后他其实也更有办法隐藏了。对，因为像前面这个，就是像前面这个，我如果说我有员工，就是有认识的员工在 Cloudflare 的话，我也许我可以请他帮我查说，哎，这个 domain 它到底要保护的真正的 IP 是什么？对。但如果说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只能查到它的转送的 proxy, 我们就是真的找不到攻击者的 C2 IP 的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会再讲一个，就是大概是今年八月开始看到，对。然后就是我们是叫 Group CC 这一群在用的另外一种 Domain Fronting 的这种隐藏的技术。对，那各位可以先看一下右边的话，这边是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那个 COBOL Stripe Beacon 的那个 Config, 就是我们设定那个 Config 嘛。那大家觉得说 这个 COBOL Stripe Beacon 的 C2 是什么？是不是就是 pypi.python.org? 觉得是的话帮我举手一下。嗯，好，知道。好，那觉得是pypi2 然后 python.org 的话帮我举手一下。好， GD 觉得是。好， GD 其实只答对了一半，因为真正的 C2 是这个 pypi2 python.org, 就是你要接 flatfasted 的后面的 subdomain 才会真的连到它的 C2, 因为你如果去连 pypi2.python.org 你去 recycle 查，你是完全查不到任何解析记录的。那为什么他们会用 Fastly? 因为其实你去查就是 python.org, 它就是用 Fastly 的 CDN, 它就是 python.org 这就是用那个 Fastly 的 CDN, 所以它就是故意去用这种 Python 类的这种那个 domain, 就可以让就是我们在做侦查的时候完全不会有异状。就是你去录风暴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你看到 DNS 的那个查询，你只会看到它是去查 pypi.python.org, 对。那实际上去拉 beacon 的时候，他实际上去认 host header, 那他的 host 是这个 pypi2python.org, 这才是实际就是他会去拉 beacon 的那个 URL。 那 Fastly 他的那个设定就是，他如果说你是连到 Fastly 的话，他会主动再帮你加上这个 subdomain。 那你实际要拉 beacon 的，就是我们如果是实际我们手动要拉 beacon 的话，我们是要连到这里我们才可以拉到真正的 COBOL Stripe beacon,就是要这个才是他们实际上真正 C2 的 domain。 那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真的使用的 domain 啦，因为他们也是用 Fastly 保护起来嘛。对，所以我们也还是没办法从这个地方去知道说攻击者的真正的 IP 或是 domain 是什么。就是这是我们在今年八月后看到更就是我们觉得更牛逼的方式啊。对，就是通常以前他们用 CDN 就算了，我们至少我们在 C2 这边看到的 domain 就是真正的 C2 了。那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根本也不是 C2, 然后你觉得你找到了 C2 是在这里，那它也不是，还不是真正的 C2, 那你是要把它加 subdomain 才有办法去找到真正的 C2。 对，好，那接下来就是讲一些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关联跟一些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一个子群的一个部分。对，那第一个部分我们是要讲那个 Fishmaster 跟就是我们讲阿米巴，就是比较典型 APT41 的关联。对，那Fishmaster Operation 就是 Recorded Future 他们讲的 TAG22。 对，那红色框框的这边就是 TAG22 的这个东西。那我们有在一些 IR 的地方有确定看到一些 Shadow Pay 跟那个刚才前面讲 Funny Switch, 那就是我们阿米巴在用。那在相同一个 PDB String 可以看到这个样本，它的
就是 Cobalt Strike， 它的 C2 是这个 wikimedia.vip。 那我们在这个、Fishmaster 这个 C2 上所看到的样本，它的 Cobalt Strike C2 也是完全相同的，就是等于说他们的 C2 跟 ABC 有相同的 C2。 对，那在这个就是这个关键的样本里面，它的 Cobalt Strike 是他们自己改过，就是他们在解 config 那个 XOR key 是 0x3A， 那这样子的 0x3A 的样本，我们就可以再关联到另外一个 Cobalt Strike 的样本，它的 C2 是另外一个93开头的这个 C2， 那这个 C2 就是另外一个 Fishmaster operation。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Fishmaster 跟 APT41 之间可能有共用 C2 或是共用工具的这个关联。对，那刚刚还有讲到另外一个是 Group CC 嘛，那 Fishmaster 跟 Group CC 我们主要是看到、就是 Fishmaster 它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一般的那种合法 installer， 然后他会丢出 Python 的那个后门。那这个后门区是那时候七月发的报告，是叫它 bypass rate。那我们是有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另外一支的Cobalt Strike， 它就是解那个 Cobalt Strike 的地方是用零叉 CC。那我们就是觉得应该就是 Group CC 在用，那就是追到这个签章。那这个签章一样，它也用这种合法的这个installer， 然后会丢出相类似的bypass rate。 那他们的相似程度到底有多高，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只有在这个、封包的头这边的字串是不一样的， BSV01 这是 Group CC 的，那 Fishmaster 它是 BPSV3， 它只有在这个地方来做改变。那另外一个 module 的话也只有在这个、log 的这个档名去做改变，一个是点 log， 一个是点 txt， 就是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基本上就是有 share 这个 bypass rate 的这个 source code。对，那这个就是他们有用的一些签章。对，对，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做一个，就是这三群的总结啦。就是我们可以刚才可以看到说，就是阿米巴跟 Fishmaster， 它其实可能有两种可能性嘛，就是有 share 刚刚讲的前面那两个 C2， 那也有可能说他们有去 share 那个Funny Switch 的 Loader 跟就是他们客制化的那个 Cobalt Strike。对，那 Fishmaster 跟 Group CC 的话，就是可能他们有 share 就是 bypass rate， 那他们的 TDP 也都非常的相似，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一个是处于一个就是从我们研究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处于一个多人混战的状态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这个人跟这个人牵手，这个人又这个人牵手，然后他们彼此又是互相都是男女朋友。那他们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有点类似，是这样子一个多人混战的一个状态。对。好，那接下来是再讲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但这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可以回去自己拿到简报的时候再讲。那我只是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刚刚前面讲的那个 high noon， 就是那个 Winnti 的那个 rate， 那可以关联到的那个 C2， 然后再透过那个签章关联到的 C2， 那是可以让我们关联到，就是我们刚才说 AP41 是在国安部底下嘛，那让我们可以关联到的这个就是其他的样本。那其实这个群就是什么 Goblin Panda 或是这个Recorded Future 叫那个 Red Fox Trot 的话，它是在军解放军底下的。对，它是在解放军底下，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哎，国安部怎么会跟解放军的 APT 群有关系呢？就是在我们的以前的研究里面，他们其实是没有关的，但是就是我们在用那个就是 Multigo 在画这些关联图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说，哎，其实他们的 domain 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关联？不过这个 C2 的这个都会有点时间差，所以有可能就是 C2 换手造成这样的现象。对，那我就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就是一个图，让大家可以去做后续的研究，这样子。对，那最后的话，我就是带一下就是互网行动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们有看到 IP41 他们可能也有在进行互网行动。那大家知道互网行动是什么吗？互网行动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那个行政院那个攻防演练，就是国家型的攻防演练计划。那这就是就是他们中国他们对于自己境内的一些重大企业或是就是重要机关，他们会每年度的会进行一些红队演练，然后渗透测试，然后包括一些社交工程演练。对，那就是我们有在论坛看到，大概就是在今年四月开始这个行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他们有一个这样的 template 报告，就是可能有一些公司他们会去帮他们做企业攻防演练。那如果你做得不错的话，可能你那个就是警察总队就会发一个什么团队一等奖给你，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的公司治安做得好棒棒这样子。对，对，那我们其实就在四月的时候有看到非常多类似的样本丢到就是 Rouse Total 上，就是类似这种攻防演练的样本。那为什么我会说就是 AP41 这一群的人，就是刚才前面讲的那三群，
可能都有参与攻防演练，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看到的样本里面可能有发现他们使用相同的刚才讲的那个 CobbleSwipe Loader， 那或者是说他们有用、同样的 Unique 的 Shellcode， 就是在算 API Hash 的地方，那或者是说在CobbleSwipe 的那个 Header 他们也是有完全相同的地方，对，那其实可以看到关联的样本他们的档名通都是这个简体字的部分，那我们也是有研究啦，因为他们打自己的几率是有，但是样本数量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应该是互网行动，不会是他们要打境内自己的地方，因为还蛮多的那个样本都显示其实应该看起来像比较像红队演练这样子。对，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啦，就是说假如说就是以后别人问你说今天就是我们假如有一件事件发生，然后别人问你说哎，就是这个背后群是什么，那你就说 Winnti， 那基本上 50% 以上有可能是对的，对，因为他们真的太大一群了，对对对，好，那就是这是一些 IOC， 对，那就是我们今天的 talk 就到这边，对，谢谢。好，那我们谢谢你带来精彩的演讲，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开放一个现场问答，没有，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就是您在说到他们用那个 Fastly 的CDN 去做转址的，他把 PyPI2 Python 打 ORG， 然后你如果用，大概在53页左右。哦，对对对，对啊，你如果用这个 Fastly， 它后面又帮你加那个 global 那一段嘛。对对，那我想问的是，那我如果是一个正常的 Python 使用者，我连这个 PyPI 2这一段的话，它也会被加后面这个东西、啊？不会，你正常是不会，你如果是用 CobbleSwipe 连的话会哦，就是你是用 CobbleSwipe 连的话会啊，如果说你正常自己去连，你是连不到的。所以他是有在那个 Fastly 这个 CDN 这边写一个程式，是说对，他有会去检测你的 client 端是什么，然后再去做导向，对不对？对对 对, 对。OK， 好，谢谢。所以你直接去连那个 PyPI2 Python 打 Org 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对。OK，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有想要再找他们交流的，可能就可以在私下找他们这样子，嗯。那好，那我们就这场议程就到这边，谢谢。